男朋友都抹不掉的粉底液。为什么关机又关机，对不起已经关机，我漫无目的，我总是力不从心，这次又关机又关机，我焦急想过也放弃，要爸爸要我爸电话还要不要。很多人不知道这一款粉底液，他家很少做广告，但遮瑕效果真的是绝绝者。你们看一下我脸上的瑕疵痘印红血丝非常明显，现在是苹果原相机，无美颜无滤镜，我们来试一下它的遮瑕效果怎么样。它的质地很水润，我们直接来上妆看一下，直接搭配海绵粉扑，轻轻点涂按压的手法，给你们看一下，整个妆感出来一点都不浮粉不卡粉，很好上妆，脸上的痘痘痘印瑕疵一下子就遮住了，是不是很服帖自然。我们再来测试一下它的防水效果怎么样，你看一点都不脱妆，以后就用它了。